各位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哦。我们今天来谈紫薇与弥勒佛成大法。紫薇与弥勒佛成大法啊，乱世中紫薇圣人传出宇宙根本大法、创世大法，弥勒佛成一世成就啊，一世成就，世人可知不义金仙之路消了果位的真相啊。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，也是人类面对2024年九紫离火印里面第一个命题啊。各位要找到紫薇，也要找到弥勒啊。在前面我们跟各位讲过，紫薇跟弥勒是在推背图第44项。那弥勒可能大家不容易找得到啊。啊，事实上他已经在人间传法30年，各位为什么还不知道？是因为整个宇宙庞大天体成住幻灭中，旧的神、旧势力神不让各位那么容易就看到、遇到这个创世主弥勒古佛所传的宇宙根本大法，也不让各位知道自己的身世、自己的来历。啊，我们讲的不是你这一生生出来的身世，是在历史中，遥远的历史中，从宇宙高层空间层层下走的这些千佛万祖。这个人类很多天机呢，在九紫离火印的时候会前面炸开来。那各位一定要关注微尘创世大法的频道哈，我们这个频道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，赶快订阅，赶快订阅，也赶快分享。你的随手分享，跟你一起下来的这些神都会看到。也许你这辈子可能还不是那么很清楚的，在你周边出现的人，但是这些在历史上都是有相当因缘的。那今天来谈紫薇跟弥勒佛成大法，也是延续前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哈，九龙壁跟紫薇现身哈，还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去谈到啊，谈到这个推背图44项跟47项，这个两个项呢，其实是大概是我们2024年里面来最重的项哈，因为人类的进程在推背图来讲已经进入到第47项了。那这个整个推背图呢被写出来，也是为了这次让大家见到紫薇跟弥勒哈，弥勒古佛哈。我们所知道的紫薇是弥勒古佛创世主的弟子哈，那他受记弟子呢，以弥勒之名啊，全球普渡，尤其在2024年前的所有的终极考验中呢，创世主选择了啊，也在历史安排了紫薇啊，这位所谓的流波啊，这个百年十倍预言中的啊，未来将会所谓的紫薇做大帝哦。这紫薇星呢，紫薇帝君呢，哦，它其实在历史上跟着创世主的修炼是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时间了。所以遥远的时间里面，创世主安排了非常详细的啊，整个让紫薇能够站出来，弘传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的机缘哦。
讲起来都是不容易啦，许许多的考验呢，其实都必须当事人呢要能够坚定这一部宇宙根本套法的修炼呢，而且在人间也历练了相当不可思议，而且是超乎一般人能想象的。其实在我们上期有讲到华藏金刚上师看到这个世界宗教领袖呢，事实上这个是受命于创世主呢，在全球普渡中呢引导人类啊，得到这创世宇宙根本大法的这位啊，所谓世界宗教领袖哦。那他在开创了新的门教，有别于创世主刚开始传法的时候的气功呢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这个所谓的紫薇呢，其实他所开展的就是创世大法，也是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啊。他并没有他自己的法，都是源自于介绍大家要得到的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。只是他的出来呢，是以一个团队的名义呢出来，在全球呢红传这部宇宙根本大法，有用这些视频，还出版了书，各位呢仔细一点都可以找到啊，紫薇所出的书哈。那你看到紫薇出版的书，你其实你也会很快就找到了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，这是开天辟地的法。特别在这个乱世中呢，弘传这部法，结束宇宙的乱世，宇宙的那个尘住坏灭，人间的乱世，其实也是受记他的弟子呢，以弥勒之佛尘大法全球普渡，也就今天我们谈到了紫薇与弥勒佛尘大法。那佛尘大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释迦牟尼在《妙法莲经》讲的唯一佛尘，三世诸佛都要讲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也叫做《正法华经》，宇宙正法在人间呢，弘传开来的一部法，就是创世主他开天辟地的把宇宙的根本大法在人间传出，就是用这个弥勒佛尘。所以创在《洛国一念间》的一个经文里面，他讲传道啊，入三界趁弥勒之佛尘，这个就是佛尘大法的意思。那佛尘大法怎么修呢？事实上你得法，你愿意跟随的这个创世主修这部法的时候，见佛光明即得受记，同时你在修的时候就从佛的果位修起，那创世主呢，会给你一个佛的果位。这个有别于其他各个宗教末法时期的宗教，甚至是所谓的如来以下传法的这些东西方的宗教，不管天主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穆斯林、回教，这边东方的道教这个佛教，或是一贯道也好，还有其他的各种新兴宗教都好，事实上唯一能够传出宇宙的根本大法佛尘大法的只有创世主，宇宙之主，他是万教的源头，三界就是被他创造了，他创造了三界，创造了地球，过去人类都不知道许许多天机，今天全面的打开来了。各位绝大部分的朋友，我们都是天上非常高层次的神下来创世主层层下走的时候，带着我们千佛灵魂万祖下界，被刘伯温在百年的烧饼歌中直接打开来了这个天机。那也是因为创世主要开始传法了，所以这个天机才被打开。过去是不准人类知道自己的来历，不管你这个过去是几次人类的时代，人类不管他怎么样演变啊，多少的佛道神下来，通通触及不到宇宙根本大法。所以紫薇现在奉创世主弥勒古佛的命令，以他的化身弥勒之名全球普渡，弘传了这弥勒佛尘大法。各位，弥勒佛尘大法事实上这是宇宙根本大法，开天辟地的宇宙根本大法。什么叫开天辟地的宇宙根本大法？一个神，非常高的神，
弹指之间可以造出庞大宇宙天体，无量的佛国世界，无量的众生。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法，这是第一次呢传给人类啊，过去绝对不准让人类知道的法。这是因为宇宙的结构，宇宙的所有一切的东西，一定要交代给现在在人间披着人皮的天上下来的佛道神啊。如果对这件事情还不熟悉的话，各位去买我们出版的一本书《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》，再讲一遍哦，《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》，围城国际、围城工作坊、围城国际文创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，现在目前三名书籍也有在卖哈，那还有露天呢也有，那海外电子书的话可以找 Pupu 哈 ，Pupu 这边、哈米这边也有，其实在 Google 的 Google Play 里面呢也可以买到这本书，那事实上在亚马逊呢，亚马逊的它的网站哈也可以买到这本书的电子书哈，那目前有中文版、英文版、日文版哈，看各位的需求啦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今天来讲只为弥勒佛成大法，还是苦口婆心的期望我们都能赶快得到创世主的一座根本大法。他为了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啊，披着人皮的这些众神啊，耗尽了他的一切，啊，耗尽了他一切，为人类承担这些人类末世的劫难哈，到不可思议啊，不是一天两天，啊，当年1999年七月，法国预言家诺查达马斯看到了，他的宿命中看到了，1999年七月的时候，这个创世主呢闭关9个月，全身呢。好，被这个宇宙压下来的业力啊，就是各位天体上庞大世界的你的世界那些沉住还没最后的业力，庞大宇宙天业力整个压到地球上来，创世主把它带入自己的身体里面，直接演化转化，闭关了9个月，9个月啊，各位要记住啊，9个月啊，这身体被炸碎无数次。而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复活节的真相哈。创世主呢，在1951年木兔之年出生，所以诺查达马斯让他们欧洲的这些贵族啦，这些皇帝贵族、老百姓要记住复活节，一定要记住 Easter， 东方圣人将会现身拯救全人类。所以西方不管哪一个宗教，各位在等的弥赛亚，真正的弥赛亚，真正的救世主，真正的东方圣人，伊斯的复活节的东方圣人就是创世主弥勒圣人。当然他的位阶太高了，所以他受记弟子呢，成就弟子呢，以弥勒弥赛亚基督之名全球普渡，也就是大家在等的救世主哈。所以古圣先贤的预言在东西方同时出现，这一世代我们是非常幸运能直接遇到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，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吃了无尽苦，这一次真的要得法了。各位赶快去买到这本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，你看那封面，你看那封底，你就会恍然大悟，甚至你瞬间就开悟了。我们今天讲只为以弥勒佛成大法，就简单的跟各位介绍这样的时空背景。我们希望现在啊，就是用有声书的系列来跟各位讲。那过去我们在不同的这个视频中，也有用各种图片来展现哈。在我们时间可以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一些图片啊再放上来再说。那现在目前你赶快去买到那本《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》，好，这个是能为你找到谁？找到创世主，找到紫微，甚至你可以找到紫微圣人哈。其实推背图讲的44相跟47相跟紫微都有关系。我想今天人类在进入2024年，为什么叫颠覆人类的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啊？
啊，现在全部都打开来了，颠覆人类的过去的想象，而且真正的新的系统已经开始在期待旧的系统了。这种逐渐的期待过程，各位会惊吓的目瞪口呆。事实上，潜移默化中也好，事实上大家已经在更新了，你的庞大天体已经被更新完毕，剩下你披着人皮的这边的你，事实上你的身体也一直在变化，只是你没有那个深刻的感觉而已，全部都被锁起来而已。事实上宇宙正法必成哈，接下来二十年里面，九紫离火里面，人类会整个大觉醒，进入了大觉醒时代。所以今年呢，最后是清除了所有邪恶，把人类空间中的邪恶系统全面的曝光跟清理，好，留下来的生命，好，就是被神所保护下来的，希望大家也能够这样，能够留下来，你赶快得到这个创造主宇宙根本道啊，赶快去找到这本后启示录时代之万王之王，摒弃过去的各种偏见，各种被安装的各种不好的东西，你先放一边，不管你哪一个宗教系统放一边，你去找到这本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啊期待，好，期待大家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。好，我们今天简单的把微尘以更正紫微以弥勒佛成大法啊，跟大家来介绍啊，先讲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哦！希望大家加入微尘创造团队，一起来弘传宇宙根本大法，整个来完成我们的事业，赶快注施正法，全球普渡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哦！切莫。